最多样的娱乐新闻都在娱乐在亚洲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 go car， 而且主要是因为要配合两位喜欢开快车的男生。欢迎许志安还有仔仔。你好。你们两个平常喜欢开快车，对不对？你啦。我没有。你有。我没有啊。平常要不要甩狗仔？要需要那个？以前会开很快，后来发现狗仔开车都蛮危险。对。然后后来我就边能跟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没有去。去哪里？对不对？好，那许三呢？那以前我就开车是很快的，但是就后来我就发觉啊，原来呢，越开得慢，对，就越好。为什么？因为搞仔会很怕你开得很慢，会发现你好像有什么会对你已经发现他了的感觉，对对对，慢的，故意慢的，然后转头就最佳的方法是越开得慢的。尤其是要停下来啊，那阵子啊，然后他们会跑出来嘛，对，那你就再开了，你有再开了。其实，在香港比较危险，是因为你一停下来，狗仔就跑出来照你的车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台湾比较还好这样子。然后以前我是发现狗仔在追的时候，我都会很紧张，就是整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我现在是不是要开快一点这样。但是后来我就慢慢觉得这样真的太危险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开真的车，我们开 go car 就可以。名正言顺的赛车了，发泄一下，发泄一下这样。那今天我们三个觉得谁会赢呢？我自己觉得我。我觉得他了。你觉得他为什么？如果不是安仔赢，就是佩臣，因为我最近真的比较怕。为什么？我感觉珍惜生命，没事情就想把自己抛出。这次你们合作的戏里面有那种开，我知道许志安开的是那种货车，对，在戏里面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对对对。我也开老板车。他有开老板的车吗？对对对，对我们其中一个常聊的话题就是开车。对，我尤其是我们在青岛的时候啊，看那个哇很有名的那个牌子，那个是很舒服的，是名贵的，名贵的那种，好舒服，像那个开口一样。哇，真的，我知道仔很喜欢看那种车子的杂志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平常你有没有梦想的一台车是什么？我梦想的车就是。你现在有的这台吗？很多很多很多。真的吗？我每一台车我都很有兴趣，我很想要去开。对，因为没有一定的车。那徐三有没有？我梦想是可以开那个摩托车。因为我不懂。你不会开摩托车吗？对对，但是我可以开那个货车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啊。对，要拿货车。对，你说大的那种货车啊，还是就中型的那种？但是那个摩托车我知道，你还没有学过摩托车，你知道这次那个，你说那种重型帅的那种，对对对，那种哦，追梦人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开的哈雷，对对对，哈雷那种，哦，这次我跟仔仔合作的那个新的戏里面也要学骑摩托车，所以我现在正在学，我上礼拜有去学，学到这两边。都磨破了，因为我太紧张了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先用 go car 来试试看好了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三个人要进行比赛，然后我们开过去之后呢，车道上有气球，我们一定要弄破三个气球才可以继续往前进。然后如果这个没有过关的话，要受惩罚。但制作单位还没有告诉我惩罚是什么。要惩罚。对。所以等一下，我们就先试试看身手了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。那就选车先喽。车先来。好了。那零五啊，五福临门，这样好。很怂吗？对不起。好，那我这步啊，你呢？那你选车有什么那个吗？可是像我就零五，因为五福临门嘛。哇！对对对。我觉得最重要的选车最重要就是那个。对，是什么？
外形啊，然后里面的都你要看它最好的东西，对对对，你看那个那个。没有天哪！好了，凭感觉，凭感觉。喜欢哪一部？十一，你喜欢这部对？没有理由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这没有。你听啊。你们坐不进去吗？哦。那个仔仔，不好意思啊，总共只有这三台给选而已啦，所以这台你拍个照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只有这三台，对，好吧，那就好不好？这是进得去吗？这要怎么做呢？你会不会？脚是要踩在哪里啊？哦，哦，好，要踩那边左边就对了。
以跟我们讲一下，为什么你在同一个弯里面连续做出五次失误？对，我刚刚一直在寻找赛车的道理，我看能不能从当中悟出一些经验。然后我的经验就是我一直在同一个弯的地方失败。嗯，但是我在同一个弯失败，我都没有办法不在那个弯再失败。我刚才看到你觉得这样子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你从来没有留意弯道，那个弯有多弯。对，了解吗？就保持同一个速度，然后就很不好的。对，就是我没有在错误当中学习，我没有在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了解弯度有多弯，所以我第二次还是撞到同一个地方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我就看到我的同伴在后面这样，哈哈，那个就是你。你看到我撞到那个，觉得很高兴。就是看到第一次的时候有点紧张，看会不会看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。就第一次之后，每一次我都好期待跟到后面，就不愿意逃选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，当你发现自己不适合玩赛车的时候，就要赶快终止这个游戏，去玩别的游戏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赛车的项目呢，